實睇嚟咧都會係直接咧等落去呢個禁區方面嚇，手榴彈嘅戰術。米高端啊，由呢個後防咧走嚟前邊。突然間等個短喎，效果一般嘅啫，又甩咗腳，好定。一邊咧就係加速走咗個波㗎，再落翻嚟馬刺，但有少猶豫，就保定好硬勁啦，拍甩咗。馬刺就睇嚟咧都有少犯規㗎，但冇問題啊，繼續馬刺打。呢個波攞唔好啊，保定想落底線，但過唔到呢個左側。好啊，鬥心啊，對緊呢個保定。游上嚟啦，見到呢個米高端啊，咁啊費柴企咗喺前邊，睇下可唔可以咧就線到你個波，第二點落翻嚟，咁啊有嘅起上嘅機會啦，咁啊射波又係安迪多場。